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最全的赛车总动员玩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赛车总动员三主题的一套桌游，它呢适合两位四岁的小朋友呢在一起来玩。那它今天的主题是叫做逃离雷霆谷，那它实际上呢是一个钓鱼游戏。我们要钓的这些鱼呢就是我们里面的赛车。那这个上面呢一共有三种颜色，白色、红色和黄色的赛车。那黄色和红色很好认啊，红色的是我们的麦昆，黄色就是酷姐。那白色的是谁呢？咱们待会儿呢打开包装一起来看一看。那这个玩具呢有点像大家抛的那种飞碟的一个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盘子，然后上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浮雕在它的这个基座上面，那印的就是我们雷霆谷的一些元素，有赛车总动员三主题的标识，这是赛三的那个 logo。 然后往这边呢会有我们雷霆谷的轮胎、铁丝网，然后这个应该是伪装之后的麦大叔，他是带着麦昆、酷姐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参加这个一个疯狂的比赛。然后这边呢都是我们这个围栏，他就把观众和这个赛场呢给区分开了。咱们这边应该是啊，对，他们在里边嘛，所以里面是我们的比赛场地。咱们这个在外面呢就是观众席，里面种的有树，雷霆谷的那个门，然后这是那个就是最后关门的那个人，但我忘了他叫什么了，就是麦昆有点害怕不想进，但是他已经把这个门给关上了，所有车在里面呢就出不去了。然后这边有这个铁丝网，再往这边是我们在里面疯狂的这个赛车，这边是我们的这个弗利特女士，这边是我们的阿伟。这个阿伟呢在咱们今天的这个泥潭里面也有，刚才说有一个白色的那个车，大家看刚才看不太清楚，但是这个里边就能很清楚的看到了，这是一个阿伟。然后这边是酷姐，然后这块是我们的麦昆，它里面呢一共是有17辆车。那两个小朋友对战的时候就是看谁能够把这个车在这个相同的时间内把它调出来的最更多一些，如果两个人都能把这些所有的车全部都调完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人赢，因为它是17个嘛，肯定会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多。那它外边哦，这外面还封了一层塑料纸，哇哦好黏啊，那就把它撕开了。它撕的过程中会把里面的车给粘出来，我们粘个麦昆看看。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最全的赛车总动员玩具。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赛车总动员三主题的一套桌游，它呢适合两位四岁的小朋友呢在一起来玩。那它今天的主题是叫做逃离雷霆谷，那它实际上呢是一个钓鱼游戏。我们要钓的这些鱼呢就是我们里面的赛车。那这个上面呢一共有三种颜色，白色。